行李嘉姐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咱大概来到这个唱歌的时间吼，实在是唔敢讲要教大家来唱歌，只是当讲将咱台湾甲这个土地，以所有的感情，我相信你若听受台湾的人，你若听到这歌内底，伊背后拢一个故事吼，伊的背景。所以呢，咱即马咱来看第一首吼，虽然我无印迄个单出来，但是这个原吼，我用投影伫这个面顶吼。来，我见吼，这个愿，咱会使同齐来唱吼，因为每一句每一句咧唱的时阵，拢会去发觉到讲，这首歌为着这块土地，我诚心来祈祷。原主的真理若跟全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憔悴，原主的活命临到这个百姓，愿全能天父上帝，愿你的国降临，愿丧乡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能天父，愿你的国降临，愿盼望甲喜乐永远惦伫阮心中。当咱咧读到这个歌词的时阵，我唔知感觉讲，不管你向倒一位真神来求讨的时阵，当你咧祈祷的时阵，唔知有去为着咱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为着咱伫这成长大汉。而这个土地，咱敢捌个听受过。每一届你介绍这首歌的时阵，拢会当想起真济真济的代志，就是咱有捌行过庄卡去甲看的时阵，伫做田田地，你会当发觉到一件代志，就是咱的田拢会打真济标语。拢听到讲，你的土地有要卖无？你的土地有要卖无？另外，佫一种的标语就是讲，你要带外国无？带越南，还是中国，还是倒位？你要带这边的新娘哦？这个标语上愈来愈多。我捌佮真侪朋友讨论过，讲咱的台湾渐渐粮食愈来愈少。唔免遐济田呐，田种起无人要卖趁钱吼。咱来讲用种田来用作趁钱的时阵，这个严重性伫倒位？有一日，咱全台湾拢总无粮食通食，迄一日，咱全部本来咱台湾的粮食会当供应120%，但是即马剩35%，65%对倒位来？对中国进口。所以你看到这的时阵，咱敢无想着讲啊，咱这块土地这尼啊水，咱也袂甲糟蹋，那无爱给它固守啊好哈。所以这首歌曲呢，虽然是伫阮的宗教、伫基督徒内底，因为阮发起心内真正的疼心，所以阮逐天为着这块土地咧祈祷，就是讲愿神的国会当降临。咱看真侪人的祈祷内底。拢是求身体健康，啊无就求平安财富。以色列这个国家，因有一个墙叫做靠墙，因这个靠墙就是讲，你若为着你的国家，因常常定定去迄个靠墙咧祈祷，因咧祈祷啥物货？伊咧祈祷讲，阮要爱一个国家，靠到迄个墙砖倒去的时阵。因大概若祈祷了，就是靠予因的神听，讲我要爱一个国家。但是当咱台湾的观光客去到迄个所在，倒来的人拢讲一句讲：哦，遐祈祷真有效，我的官也拢等伫遐。我本来脚袂行，伫遐我官全甲等遐。我看到遮会感受着讲，咱每一个人若准讲，敢若关心你的脚会行，关心你的
财富会当赚真济时阵，你无关心着咱台湾这块土地，那无去，咱唔知道要安怎。好、哦，所以咱来练习首歌哈、哦。来，我先带大家来唱看嘛。你若要唱，来同齐咱来吟唱哈。咱来看讲，这个丧乡甲悲伤会当离开咱的心中。咱常常当知影讲，最近真侪新闻内底，我会感觉着惊，就是讲，那较早来听到人讲啊，迄、那个人咧自杀，这个人家己去烧火炭，咱敢无去体会到讲，古早烧火炭吼？这种自杀的方式，敢那是最近才开始。古早古早，敢那拢唔捌。古早拢用吊刀，啊，但是最近煞用烧火炭。连我要去买火炭，头家都歪卖我。我感觉讲，是安那你若歪卖我，伊讲少年人吼，我甲你讲，代志好好参详。我讲啊，我要买回来烤肉呢，伊讲够有影。伊去当对当来阮家看，看看来讲，吼、哦，你若烤肉才卖你。我感觉这个老板真有良心吼、哦。但是咱台湾人，这种人呐渐渐少去的时阵，你会发觉到讲，咱台湾的硬邦唔知要藏伫倒位。所以当你看到讲，咱这个国家呐无去，这个丧乡甲平安，丧乡甲悲伤，渐渐就离开。我即届透早起来吼，看到阮对面遐听讲嘛一个烧火炭自杀，即、這个人阮真熟悉，是阮的兄弟姊妹。啊，当伊安尼凶凶，阮讲奇怪，啊，拄则伫路底啊拄着，啊，你即摆来去烧火炭自杀，互伊个查囝安尼弄来时阵，惊到毋知要安怎，伊个心内丧凶。所以我今天是跟大家讲讲，咱伫只受训是要脱离迄一种，你唔通就是讲，你看到物质吼、哦、物质的丰富，这才是丰富。有一样物件叫做真丰，真正的丰富就是咱心内这个心灵有丰富还无。所以当你祈祷，你若看到讲咱这个国内底有新的画面，有这个真理伫咱的内底。我相信这块土地是真水、哦，所以我愿意把这支歌吼，愿、哦、叫做咱心内的愿吼、哦。这每一回大概我真爱伫这个演唱内底吼，你看这首曲，因为这个歌内底也当安慰着每一个人。你若感觉讲心内真侪丧乡甲悲伤，咱所愿望的就是平安甲喜乐。所以你来参加民政府吼，咱台湾互人欺负，在即阵拢已经，大家拢已经散甲是作散，毋是干那物质的散，连咱心内底嘛拢散甲作散的。当你看一个囡仔讲，你毋知要爱啥物物件互伊，有诶爸爸妈妈认为讲啊，我着只要吼用足侪金钱，用真侪读册，但是即种教囡仔的方式。小朋友伊永远袂满足，我会发觉着讲，即卖囡仔愈来愈袂满足，所以伊才用一个方式走去什么所在？
走去，真爱用音乐乒乒叫，真爱听音乐是开始真吵，所以伊对着心内咧所想的代志，一直拢无法度想讲，我即马所听的歌曲，甲咱即个台湾有啥物关系？永远无关系。当迄个时阵，咱家当五万后一代要替咱做啥物？好，所以咱一旦觉醒，这是咱真福气哈。所以咱即马来唱这首《愿》哈，等你也要唱，咱速度用唱较慢的无要紧，咱拄开始哈，不要唱无要紧，咱甲唱较慢的，哈。送香，嘿，送香好了，送香甲悲伤哈，来。我相信彼得愿主的真理那更转的偏旧为一个城市我欠彼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一个转着天父上帝，愿你国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永远人的心中。愿转着天父上帝，愿你国降临，愿人甲喜乐，永远。真五万讲，这个五万甲喜乐，会当永远点在咱的心中。因为咱台湾人实在是失去这个物件足久足久。自从国民政府来，我想应该是有侪侪拢无去。今仔日咱毋是要讲什么人、什么政党好甲歹，是咱来敲找着讲真理，伊是咪咧讲着听。你若无疼惜这个土地，我感觉讲。你的制度，你的种种，佫较好，拢总是为着你私人的作为。咱会当去参考看卖吼。你若看到讲人咧算命的时阵，我一届捌伫台中市咧行的时阵，一个算命甲我叫来，讲：欸，少年，少年，少年嘞！叫几啊届，一届我怎去甲挖去？毋是讲跳江甲挖去，因为伊都甲我挡掉，都袂当过。伊讲：来来来，今仔日拢无人客，啊，我甲你算较俗个。我看你个面吼，特别有代志。啊，我嘛毋知讲伊安尼是啥物意思。伊讲：来来来，你会当要算啥物货？你讲。当我迄时阵是已经加入咱即个民政府真久啊，我甲讲，请你算看咱台湾吼，当时会当。真真正正得到民主，这个国家会当得到全世界的肯定。伊安尼讲了，我讲，一头怎讲啊？这伊袂晓，因为无人将来有史以来找真侪人咧算的人，拢唔捌咧算这项物件。伊讲啊，你那遐特别，你哪会去算这個？我讲啊，国家若无用吼。我感觉我的命更加好嘛是无效，因为我目前已经足好命，所以唔免算。即马是看讲，要安那让咱的国家更加好，啊，咱的命会当好好伫遮来生存，变作是安尼。所以你若看真真济咧求讨的人，拢总是一直看到讲，我心内欠啥物，我心内欠啥物货，这是真错误的，因为。就敢那讲，亲像一个好家人，伊讲我拢总无惊，我要甲所有财产要分分予人。请问你毋知要讨，要甲这个好家人讨什么物件？有的人讲我啊，你有车，我要爱你的车；有的人讲啊，我你有厝，我要爱你的厝；有的人讲无你一亿予我。但是这拢唔对。那我要甲讨的时阵，我讲我欠一个爸爸，你予我做爸爸。啊，你全部拢我的呢？所以。
咱咧求讨的时阵，爱知影讲，咱若会当求，咱这个国家会当勇健，我相信，伫咱的国家内底无丧向，吼、哦，甲失望，这是咱一直追求的物件。所以，我过来介绍一首歌，吼、哦，叫做《天佑台湾》。好、哦，这是《天佑台湾》。哦，咱大家看到讲这名吼、哦，我甲大家讲，这个名绝对唔是我。吼、哦，因为伊是大字水调，甲我同款同故乡，啊，嘛真爱唱歌，但是这个唔是我，这个是甲我同故乡同名同姓。啊，伊写这个歌出来的时阵，我拄开始也唔知影，我拢唔知讲，哪有这个歌遮水吼？但是有个人拄到我的时阵，拢甲我问一句讲。你开迄演唱会吼，啊，你迄票敢买一张给我？我讲，归去我唱我你听就好啊，我无票。伊讲，啊，你咪开演唱会讲无咧？伊讲真假？啊，你咪拢有迄媒体拢有甲你报出来讲，啊，安尼可能唔是我，吼、哦，我虽然唔捌伊，但是当真侪人甲我讲的时阵，我嘛去找这个人，找到伊的时阵才知讲，哦，伊有咧卖录音带，卖录音带的时阵我。看到迄网路，讲啊，你都爱花300块买一块 CD 片的歌曲。等我甲花钱的时阵，迄邮局人嘛真奇怪，伊甲讲你安尼袂使，我讲是安怎？哪有人讲家己花予家己？安尼是要收？吼、哦，我讲唔是，我无想到，因为迄个是大高雄的政治人，啊，同款拢是大字水，啊，不过你甲照迄个账号落去，安尼就对啊。我才介熟悉讲，伊收到我的汇款嘛，真错一条讲，啊，哪有人共名佮我共姓？啊，我甲通电话了才知影讲，伊甲问我，啊，你住毋知？对我讲，我住二水，田中二水遮，我故乡伫二水。伊讲伊嘛二水人，我才知影讲，哇，安尼遮多好个代志，拢会拄着。好、哦，来，咱来看这首《天佑台湾》吼、哦，这首歌内底是一个讲。唯一所有歌里底有写到台湾是一个国家，吼、哦，伊嘛有介绍到讲台湾的地理环境伫倒位。当你去到外国，甲外国人咧讲话时阵，伊问你讲台湾伫倒位，台湾恁的国家伫倒位，伊讲我唔知影。你讲佛摩萨，伊嘛讲伊唔知影。但是你若讲台湾，伊讲是咪？伫这个叫做土瓦鲁这个所在。伊讲吼，我讲啊，你若要找台湾，就爱伫海遐找。结果伊甲我讲，是毋是土瓦鲁？我讲我都也毋知影土瓦，原来是太平洋的所在有一个土瓦鲁的一个国家。唯一甲咱有邦交的国家就是土瓦鲁，甲咱正式甲咱邦交这个国家。我讲嘛毋是土瓦鲁，即摆台湾伫倒位？直到伊甲问讲，啊恁离阿里山偌远？我讲阮的国家就是伫阿里山。迄、那个就是阿里山是阮的国家，阮的国家面顶都阿里山甲玉山，所以真可惜讲，大家拢知影有阿里山、玉山，因为伊是亚洲东南亚地区第一、第二悬的吼，4000公尺。你看全地球要超过有4000公尺的悬山是无规则，所以伊知影咱台湾有一个玉山，这个山真悬，真水，但是这个名大家拢唔捌哩。叫做台湾，咱来听这首《天佑台湾》吼，咱来，好来，咱来看，好，咱先前走来。咱为这个开始哈，好来预备来。台湾是一个美丽岛。
心爱的国家。以前吼后壁就是有，还佫接落去吼，无要紧。伊这是有反复转来，变作讲，咱唱到这个，虽然历经风霜，受尽吞打，但是春风对故乡。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我会勇敢站伫这。台湾是一个美丽都市，是我心爱的国家。啊，伊是变做唱到台湾是我心爱的国家，哈，伊后边这个。这个可能无出来吼，无要紧。啊，伊即摆是唱到遮了吼，啊，再佫接对这个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是我心爱的国家。有当时你若伫暗时咧听这首歌吼，我感受真深，就是讲，咱台湾伫古早以来，我捌去一个原住民同胞的厝吼，伊住伫罗纳。啊，我伫十外年，至少我伫遐甲伊生活超十几年。啊，一天看去因厝内底，一个老阿公的厝内底，啊，因迄台拢足熟的，啊，去甲照物件，去甲创啥啥，拢足熟悉的吼。一届我看到因家厝的吊的相片，才发觉着讲，因家那只奇怪，因为因家有三种服装，三种军服，第一种军服就是。因布农族的证书，因阿公穿的，吼、哦，伊讲，迄就是我本身已经93岁。我讲，哇、哦，啊，你穿较早穿这件是啥？伊讲，迄就是因布农族的勇士。有烧钱的时阵，我都爱穿这件衫去烧钱。好、哦，这个阿公安尼讲，啊，伊讲了时阵讲，啊，恁那时阵是咧，甲啥物人相拍？伊讲，甲日本。因为日本来时阵，我穿这件衫就是咧抵抗日本。啊，伊嘛感觉真光荣咧。伊讲迄时阵吼，哦，伊就开始讲伊安那拍日本，安那拍，安那拍，安那拍。哦，啊，大概安那走，安那赢。伊讲日本人吼，敢那走都赢伊啊，所以伊拢招输咱。哇，敢那讲甲真欢喜的时阵，我讲啊，第二张这张咧，伊讲这阮囝。我讲啊，伊穿的啥物衫？日本衫。日本的军服，因为戴迄日本帽啊，啊，迄国旗吼，就是一个红红的呢。我讲，啊那恁囝，你拍日本，啊恁囝做日本兵，啊恁就拍着恁囝。伊讲唔是，恁外国的时阵，啊阮囝就去和日本做兵，伊叫伊做兵，啊做兵的时阵，伊就穿日本的军服。我讲，啊迄阵是拍什么人？拍美国。伊讲，哎呦，啊毋是拍强匪，我嘛迄阵还阁足天真，甲伊问讲，恁迄时阵穿这个衫是毋是去拍强匪？伊讲无，我毋是拍强匪吼，是拍美国。我讲，干嘛呢？啊伊讲，对，真正拍美国，因为美国拢会使飞行机甲咱轰炸，所以伊爱穿日本的军服去拍美国。啊，阁了，伊嘛讲，哦，迄时阵吼，迄美国安那扫射伊，安那走伊，安那美啊，安那去拍，我大概拢拍赢。啊，冇失败时阵，但是，佮看第三张讲，啊，请问啊，这张是甚物？啊，这张我看有，这张就是咱的国军吼、哦，就是国民党军吼、哦，就是伊的党徽，就是迄个国民党党徽迄种的。我讲啊，这个我知，这个因为我嘛捌做过，我知影，伊做陆军，啊，我做空军。当我第一个想的时阵讲，啊，那一个家庭三种人，啊，三种人拢咧相拍。啊，拍的人到底是要拍什么人？我讲啊，这个国军，这个即摆要拍什么人？伊讲这要拍强匪。我讲啊，捌去拍过无？伊讲将来唔捌，将来唔捌拍过。但是咱佫甲看到今仔日来，咱的强匪敢着甲拍？已经唔免拍，因为咱已经做好朋友啊。所以大家唔在条件，当我看到20年前我咧做兵的时阵。大家拢话反共反共，唱愈大声，啊愈
迄个成绩如何，我嘛捌去宣导讲要安怎反共，如何反共哦，光复大陆国土，我嘛去做这个讲座，去讲足一届。但是讲到今仔日，我家己才看到讲，哎、欸，奇怪，啊，咱的将军足侪拢伫中国迄边讲，啊，咱台湾即卖吼，拢总是中国军呐、啊。但是我相信咱清醒的人都听袂落去，因为咱到底是虾米人，咱将来毋爱去甲思考，将来毋爱去思考讲，啊，咱到底是要打什么人？第一个，第二个讲，啊，咱到底是要保护倒位？是保护台湾，还是要光复大陆国土，还是要台湾独立？常常咱会伫这个矛盾中间，会发觉到讲，伫早期拢讲要统一，要光复大陆国土，但是一直讲到落尾，煞变成讲哦，袂使独立呢。啊，我嘛咧期待讲，我若独立嘛好啊吼，反正两行一定爱选一行，但是。这两项竟然有法度同齐做伙，这么久的时间拢总无发生，足奇怪。我就咧想讲，一个人物件若是独立，啊无就是，吼、哦，敢若讲咱甲一个夫妇的关系吼，翁仔某的关系，你袂使甲问讲，你甲恁某是做伙还是分开，你袂当甲回答讲拢有，这真奇怪。哦，这个甲阮某是即摆做伙，啊，但是有当时是独立的，啊，会使独立，嘛会使分开，啊，反正统一甲并甲独立，拢总会使同齐做伙。所以，当咱这个矛盾的时阵，你毋知去想过，是安怎？日本就日本，韩国就韩国，菲律宾就菲律宾，泰国就泰国，啊，台湾。唔知道要讲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要讲台湾是台湾？咱今日来遮受训，就是要让咱真清楚知影讲，咱今日是台湾的地位，唔是要讲要去甲什么人对立，是要清楚了后，咱会当去知影咱要做的工课是啥物，咱来先认同咱家己。所以这首《天佑台湾》确实是真正天佑台湾。因为咱唱着讲，这就是心爱国家的时阵，当你若听到你的感想，我相信会真深吼、哦。来，咱来搁唱一届，吼、哦，这。我给你用慢慢来唱吼。生活紧吼，我第一届我先来已经欣赏到原住民遐个人。等我二十年前去到这个原住民部落遐生活内底，我是带着真艰苦的心情，因为无代无志，阮爸爸去啊，从底下一块山啊，怎伫罗那，敢若听着讲哇，这个地我毋捌去过。才知影讲，迄车吼，安尼坐，差不多点半钟，
哦，开车开点半钟，才到迄个罗那地方。啊，这个罗那地方本来是认为讲，哇，会当看到这山，看心情较好袂，但是愈看愈差，因为阮爸爸拢讲，来来，这山吼，拢还袂开垦吼，啊，你先去甲草敲敲咧，干那看到遐草吼，啊，就戆去啊。哦，一家六分外，啊，甲看已经，啊，甲讲要挽甲了吼，讲啊挽甲了，人可能嘛差不多，忝死吼。啊，伫遐哪做哪怨叹的时阵，想奇怪，咱是安要来这个所在？因为第一心内甲想讲，即阮爸爸做唔对，啊，那叫只囝儿死死来这咧倒拖倒拖倒磨吼，心内真侪唔愿。但是有一回，阮去的时阵，拄是十月，啊，佮坐车无偌久的时阵，因遐有一个活动叫做圣诞节。我从来冇看过因的圣诞节，竟然是全世界拢有人来到迄个所在，叫做罗纳布农族的罗纳。然后因的圣诞节 Christmas。隆重甲圣神超两万多人，我第一界看到讲，阮这个山区竟然来两三万人，大家钱甲袂当叮当，啊，因为阮早就知影讲叫活动，所以阮真早就入去看到因咧唱歌的时阵，哇，才知影讲因唱歌是遮尼好听，因为因唱歌第一唔免看谱，所以对着因的欢喜。对着因真快乐的心情，啊，就甲唱出来。因为因唱歌是因真快乐的时间，所以当我去甲问讲，我问到一个阿嬷讲，阿嬷，啊，你那正够唱歌，九十几岁呢？九十一岁，伊的歌吼，歌声安尼骨，我都唱甲足远的。我讲阿嬷，啊，你那，你怎么有办法唱歌？啊，伊都开始你甲问吼，伊拢不爱插你，伊拢急点点啊，不爱甲你应个半句，因为伊认为讲。你唔是阮家的人，啊，我是较奇怪，我就一直甲问讲，啊，你哪将你怎么这么会唱歌？伊感觉讲你问个问题足奇怪，因为阮家大家嘛呢，啊，才发觉讲，啊，恁那是安那练出来？当我甲问讲，恁家唱歌是安那练出来？伊才甲我讲，你敢袂？你要吗？我讲好啊好啊，你要教我唱歌吗？我讲。好，我给他答应。他说不对，你如果要的话，明天清晨四点你起床，啊，来阮家。我说要做啥？他说你对我来去山顶吼，啊，扎一支叉吼，啊，猛拉猛拉，啊，拉拉拉拉到迄台湾黑熊吼，走出来的时阵你要较紧走，啊哪走啊哪走啊你要喊救命，啊来走几遍啊吼，你歌声就足水啊。我讲啊，敢袂要加去？伊讲袂，迄十对走去，一边走一边喊救命。我就知影讲，哦，因的天性实在是真乐观，不管因的环境拄着啥物款，因的天性就是这么乐观。过来，这首歌曲有一个真大的故事，叫做《美丽岛》。咱听到这个《美丽岛》的时阵吼，咱来甲看这个《美丽岛》歌词，你甲看卖啊吼。这经过二十年哦，二十年的光阴，哈、哦，这首《美丽岛》的歌，当我第一届听到，无感觉伊好听歹听，只是知影讲，哇，这就真闹热，安尼办活动，啊，迄时阵要唱歌之前，拢有一个人会讲话，啊，伊讲话时阵，迄时嘛较无咧注意，认为这无啥物货，啊，就感觉迄时阵有。有真侪摄影的设备，啊，就是讲啊，罔甲录，啊，罔甲听看咧。结果这段去录起来，录起来之后，才知影讲有一首歌叫做《美丽岛》。好、哦，那咱来看这个歌词什么款哈、哦欸？好，以下都是欣赏，谢谢。咱吼、哦，这个《美丽岛》这个歌词内底，咱会想讲。哦，美丽岛就是咧介绍咱台湾。啊，毋过咧介绍台湾的时阵，《美丽岛》这个歌当咧唱，搁一届搁唱搁唱，伊竟然是去用禁唱。
去用禁唱，就是讲袂使唱的意思。啊，是安怎啊袂使唱？我想讲，可能伊这歌词吼有煽动的迄、那个，有咧讲煽动，因为米勒岛伊有咧讲煽动的款。然后，吼、哦，咱等下看伊的歌词内底，伊讲，吼、哦，婆娑在太平洋海滨的美丽岛，好像母亲的摇篮一样，底下游来游去，摇来摇去。好、哦，来，咱伫遮吼，来，咱大家先来甲看卖啊，讲。这首叫做《美丽岛》，美丽岛哈，伊讲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我们的脚步。啊，你看，位头甲看甲尾，我会当请问咱各位讲，这首歌曲内底敢有倒位咧讲到反咱的国家？我知，结果我讲啊，有这只水牛，这真歹。这水牛若无甲管吼，可能会共搭着个款。啊，无就像这筚路蓝缕，拄开始我拢就是讲筚路蓝缕哦，蓝缕就是国民党甲民进党个款哦。啊，这嘛讲到政党，所以这首歌怎袂使唱？啊，过来看看就毋知倒位有讲到讲袂使你唱个歌，到底这首歌？我听到讲，哎、欸，奇怪，啊，这水的歌声哪袂使你唱？哦，佮一个勇敢的人民，吼、哦，啊，佮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命，这两项可能是，但是这咱来咧讲的时阵，咱咧讲咱大家款的，啊，是讲因惊咱有勇敢的人民，啊，佮无穷的生命，哦，这就是可能。伫遮内底，但是我看看嘛无充满暴力，嘛无充满着讲，即个是唱了，咱就开始要反对啥物货来激动的运动。所以，即个美丽岛这首歌，当我时阵听了，听到迄个人咧讲讲，这首歌互禁唱真久，但是伫咱的山区内底，咱偷偷甲唱。啊，咱唱的时阵吼。五万后边是换囡仔唱哦，这个人咧听，迄个主持人吼、哦，伊讲希望以后我听到的是小孩子唱给我听，啊，所以因部落就开始介绍这首歌，叫做《美丽岛》，咱大家会当来欣赏这首《美丽岛》，好，咱来欣赏听这首歌。台湾特别对原住民来讲。它就是我的土地，我的母亲。当有一天你们或许有钱，可以有利卡跑到美国去了， maybe 可以到中国， maybe Singapore Hong Kong， 但是原住民可以跑到哪里？千古以来原住民就在这块土地，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一起为这块土地来歌颂，来祈祷，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台湾虽然是小小的，但是一年四季的丰盛的果树看到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生活在这个美丽的 Beautiful Island Formosa 台湾。东华小姐她实在是非常的优秀，她的音质是多么优美，等一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知道吗，东华小姐七年前中华汽车举办了全国性的原住民的音乐大赛，当时有1500多个原住民男女青年参赛，不知道巴奈那时候有没有参加我不知道，因为他的音乐特别好听，你知道吗？我们比赛了半年，终于我们的东华小姐得了冠军，这样子的。当时呢，中华汽车啊，很多唱片公司知道东华小姐得到冠军的时候呢，唱片公司亲自的纷纷的来到布农，本来要把我的东华小姐带到台北成为优秀的歌手，但是当时我们的东华小姐想着丢人的部落，为什么优秀的原住民都要离开部落而去呢？所以他拒绝了这样的一个邀约，宁愿留在这块土地上陪伴的族群，重建的家园，守护着那
美丽的森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台湾是咱的母亲。不知不觉你也去对音端开始遐唱，虽然因为唱咱听无啥清楚，啊，毋过伊迄字幕怎拍起哩吼？看到讲台湾建了这首歌，但是当伊讲到落尾，这首歌唱了的时阵，伊就讲出这段故事，讲这首歌是禁唱，拢总袂使唱。我时阵才超二十几岁呢，吼，十几岁啊呢，也袂做兵。我去到遐，啊，听因咧讲这个故事的时阵，我讲，我那像那这首歌，那袂使唱。我一直咧想讲，是毋是这个写歌词的人的问题？但是真奇妙吼，我想讲，全世界可能要找到这拄好，无简单吼。因为咱知影讲这首歌是啥物人做的无？恁若上过课，恁大拢捌。恁若上过课吼。恁拢捌哩，咱今仔早上八点，何瑞元，迄、那个美国人，迄、那个阿东啊，迄、那个吼，迄、那个何瑞元教授的岳母，因为我第一届摕来只房的时阵，迄、那个因太太听者讲美丽岛，会看者咧讲，哎呀，啊，这都我妈妈写的词呢，我讲啊，你妈妈迄时阵，竟然经过差不多三十年了后。我找到真真正正作词的人，就是何瑞元的岳母，何瑞元教授的岳母。啊，我昨下较紧问因太太讲，啊你妈妈迄时阵哪会去写这个歌？
伊讲伊是本土第一位台湾的诗人，伊作家啊，这陈秀喜女士哈，哦，伊一直写哩，哦，写真侪迄个散文，还是迄个文词哈，拢写着关系着咱台湾的历史，台湾这块土地甲咱的感情的关系。所以当我听了，我才看到这首歌，迄时阵甲录起来，敢那无浪费哈。再回想着讲，哇，古早阮过去迄个所在部落哈，因一个所在叫做罗纳，这个真水的名，啊，一个叫做九美，哈，永久美丽，佮一个叫做望乡，啊，一个哈，九美罗纳望乡。你看因甲这个家己故乡的土地吼，拢甲好甲足水的，袂像讲咱来到田中的时阵，我的朋友捌甲我讲过讲。我捌坐飞机吼，奇怪，为中正机场入来，啊，行中正路来到恁家，啊，行到倒位拢有中正路，啊，中正车头头前迄条拢中正路，啊，再佫为中正路坐飞机飞出去。恁的中正路到底是几条？我讲唔知影咧，那我嘛唔知道，行到倒，我出世界去的时阵，大位拢有中正路，啊，中正、中山，哇，啊，伊就是讲，啊那来到中国的款，啊那。南面中正就是中山，啊，结果去看到一间中山册局，阮较早火车头安尼对起叫做中山书局，啊，中正国小、中正国中，啊，着中正中山，安尼讲奇怪，啊，恁哪拢遮侪即种名，恁哪无家己号家己个名，但是咱来看到阮厝边个部落内底，第一届我听到叫做罗纳。这个名字水，第二位，佮去到遐，佮佮入去讲，哦，这叫做啥物所在？伊甲讲叫做九美仙教，九美就是永久美丽，啊，佮来就是望乡，啊，来东埔，吼、哦，所以伊这一逝路，因拢用因家己真水的名来甲命名因故乡，但是咱看咱这边吼，那、哦、就拢用，吼、哦，中正路、中山路。反正就是甲中正、中山有关系，这条路就是特别大条。所以咱的感想唔来想做安怎、哦？所以你看到讲，咱的祖先，伊讲祖先一直甲咱交代，搁再交代，千万千万唔通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哦、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哦、我们这里也有无穷的生命。虽然伊个萝卜用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这四项是非常真，你四界拢会当去看到的所在。但是，当你去甲思考的时阵，那讲到玉兰花，我唔知看到大家感想啥款。每一回那咧开车开到青红灯落来的时阵，拢有一个阿婆，安尼递鸡梨啊，啊然后。来到你的车门，甲你弄买玉兰花无？我的心情不是讲看伊较紧甲伊赶出去，不是安尼，是感受着讲奇怪，伊倒只卖玉兰花，敢卖真危险？当有一个外国朋友慢问着这个问题，伊讲：这个阿婆哪这老啊，安那要阁卖玉兰花？吼、哦！伊看到咱台湾有两种情形，就是讲。后迄老人伫公园吐机子个，嘛有伫公园咧遛猫个、遛狗个，但是有个人呐就来遮咧卖玉兰花，伊想袂到，伊甲问个时阵，我讲因玉兰花一个月安尼用卖偌济？当伊去甲问个时阵，讲即玉兰花卖起来一个月，那较好生意，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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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块。啊，结果去伫公园内底，看到遐咧吐机子个。你敢问讲，我嘛捌敢问过讲，哎、欸、啊你为什么可以在这里安尼下棋，安尼悠哉悠哉？啊你较早是做啥？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哦，伊甲回答迄个我听一下，都开始我听无。伊甲讲六国旗的，我讲啥物话？六国旗的，我讲啥？拉国旗的，我讲拉国旗。哦，那有这种植物？哦，这我上熬。啊、不过、啊、你那个一个月多少？不多啊，就3万多吧。啊，规工
我讲伊工作就是甲国旗装甲摇起哩，啊，暗过摇落来，伫一个军区内底，我看听讲，啊，哪有这种工课，啊，哪会，哦，干哪安尼摇起哩，佫摇落来安尼，哦，我是来想想讲，归去，哦，我甲小Ken吼讲，伯伯，你这个工作吼，我会做得非常专业，不知道还有没有？伊讲无啊，讲你不可以，因为他是农民。我听这句话的时阵，咱会感受讲，是安那咱台湾有这两种人，咱不是要去挑拨讲族群的迄、那个，咱是看讲，当你若有真理、疼心的时阵，是安那有的人会安尼，有的人会安尼。咱无去接受到真正咱要爱的歌。当我嘛看到真济小朋友伊咧唱的歌的时阵，敢那予咱的歌呢一工一工安尼洗脑去的时阵，你唔在烦恼未？你若叫三岁囡仔甲叫来，甲讲，你上敖唱啥物歌？伊若麦克举起来吼，哦，迄唱的歌拢足敖唱的。结果，伊讲，我唱一首歌互你听。伊唱的时阵叫做啥物歌？伊若讲唱一挂儿童歌曲，那伊讲啊，这囡仔真古锥。但是伊甲阮讲，伊上敖唱的歌第一首，就是《爱人啊对人走》。三岁，伊讲伊爱人啊对人走，哦，我阁真正唱了时阵，我听者讲啊，你三岁，你个爱人啊对人走，啊，第二首你来，你阁要啥物歌？第三杯酒，我讲哦，安尼哦，啊，你三岁就要啉酒，啊，过来，伊所捌的歌就是归去刷刷去，啊，无就是嫁唔着人，拢一种的，我讲啊，你三岁尔，你哪会知影遮济？所以你会将发觉着讲。咱若无去甲咱台湾本土、甲咱感情的歌曲教育，互咱的少年人，互咱的后一代，可能因这骨大汉了后，因认为这拢真正常。吼、哦，因对着国家、对着土地，凡事无感情，反正啥物人做嘛共款，因为拢总甲我无关系。咱来看原住民。同胞，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他们歌里面每一首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都有他的背景。当我去把他copy起来的时候，我现在把他放出来，每天在听的时候，哇，这样实在是真好听。后一首，我来介绍这首，这是我参与到的，我等下再来说他的故事，叫做《美丽岛妈妈》。这是用儿童，他们部落的儿童到底是拢总伊唱四个声部啊唱出来，你甲看讲，因拢总超十几个囡仔唱出来歌声是非常的水。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顺便买礼物给我。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我也想要电脑。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亲爱的妈妈。
这首歌吼，伫差不多迄当时咧唱的时阵是足艰苦的，因为吼囡仔念咪侪，念咪少，念咪侪，念咪少。啊，为伊妈妈叫伊去做工课，为伊妈妈创啥创啥。但是咱有看到迄内底有一个马校长吼，马彼得校长，伊原来伫东埔，我嘛是因为看到伊了后，我才开始会去真爱我迄个所在，对真足多段。来到这做禅，那个心情变得真非常意外，因为那当时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当这群孩子这样招呼来来去去的时候，这个校长真勇敢，他都跟他们说你如果比较好我们来比赛。啊，这次比的时候去到台北跟人比赛了后，结果全输给台北台北市立台北市立那个儿童合唱团怎输去。但是这个校长说不可能的，我们的孩子这声这么漂亮，哪有可能会输人。但是孩子都感觉说不错啦，我们得到第二名也很好。但是第二名第一名有什么条件，就是可以代表台湾去到菲律宾那边比赛。所以当他在说要比赛时，这个马校长怎把这个消息怎对部落说过来，说不然我们自己来比，我们自己来报名，我们自己来比赛。没有想到第一经费的问题，规阵头开始欠钱，这孩子怎去比。结果当这小朋友又去那里拄到台北儿童合唱团的时候，
因拢讲出因的心声，讲咱也拢无经过专业训练，所以咱看到伊会惊呢。但是这个校长，怎甲囡仔怎甲召集来讲，来我甲恁讲，咱甲玉山的声、玉山的声音唱予全世界听就好，咱卖管会得名袂得名。所以当因表演煞的时阵，因是上尾一个，因为因是后来佫补上去比赛的，啊，所以因是排伫上尾，待伫最后门槛安尼，待去参加入去。结果因伫排伫上尾比赛时阵，迄评审迄看到讲，迄面吼，大家拢已经评审佮头壳咧戆啊吼，已经感觉讲啊，较听嘛安尼，拢共款。当因这个时候，这队就是收歌曲，佮唱出来时阵。迄评审十个拢种精神，啊！因看到因的和声遐尼啊水，等伊评分的时阵，十个拢种满分100分。因囡仔怎啊欢喜跳起来讲：哇，太好了，太好了！迄个时阵是西元2000年，要未2000年啦吼。所以主席盖伫陈水扁总统伊要就职的时阵。有邀请引去总统府比唱歌演唱，伫晚会内底有唱，唱了的时阵，规钟头拢真欢喜，开始哦来来来，拢来拢来吼，拢 来唱啊嘞！啊唱到落尾，我迄时阵有一个想法，我甲因讲讲，为什么我不是还啊？我要跟你们一样，我也要去唱。啊讲你不行，你不是原住民同胞，你不是。伊讲，伊又甲回答，迄囡仔甲回答讲，你不行，你毋是青番啊。迄因家己讲的吼，我讲哇，实在是真羡慕伊哩当去总统府遐比赛，去演唱。等伊演唱了的时阵，再佫接到一个消息讲，真济国家元首，等伊有甲克林顿总统讲，哦，台湾这个小朋友团体，你全世界毋捌听过。因有唱八部和声，迄你连听都毋捌听过，迄若无听吼是足艰苦的，迄真遗憾。讲到克林顿总统心内会猫啊，怎发一个函讲，无要紧，我邀请布农族罗纳这边拢总过来美国演唱，来我白宫演唱。当因这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吼，骨如欢喜，哇，那像咧办喜事同款，规日就开始。骨连骨连骨再连，啊！终于到那边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又用迄纪录片，我看到吼，啊，感觉讲，哎，因个囡仔是勇敢，我不如他们。唔是因高唱歌，嘛唔是讲因有虾米款的特别，我是觉得讲，咱该向因学习的物件真济。因为当克林顿夫人甲伊讲。哇，真好真好，恁安尼会当留到美国吼，应该问一个问题，讲你们这些小朋友，恁这些小朋友，恁一年办偌济经费来训练？迄个些小朋友佮讲没有，迄听者拢着惊嘞，讲没有。啊，你们怎么练的？啊，就老师教而已。啊，你们一年多少经费？没有。听那些感觉心酸嘞。迄、那个克林顿夫人专家要求讲，啊，无安尼啦，留到遮拢留下来，甲你栽培，来美国，留到美国。其中迄一个胖胖迄个小朋友专家伊讲讲，为什么我们优秀的人才都要来到美国？我要在台湾，我的部落东埔，我要留在这里，我要回去我的东埔，我不要留在美国。讲这句话出来了，克林顿夫人马上给他道歉，讲实在很对不起，我不应该将你们占为己有。但是回来到咱台湾，跟他欢喜一阵时间，经过无偌久，我听到迄内底真济小朋友已经拢大人，一个叫做全志祥，一届甲我通知的时阵，讲伊去吸毒，被两日监所。我讲，阮讲，咱来当好啊来个栽培，我相信因会行入这条路的时阵，都、就是因为因无一个国家来个保护，
咱若国家会当来甲伊引带，互伊行去真好诶所在时阵，我相信因毋是安尼，因会真好。所以因对着土地感情是遮尔啊深，因每一届咧唱歌，大概你看迄马校长拢是安尼一直叫一直叫，啊叫到落尾，迄小朋友拢是在唱甲真甘心吼，拢觉得因唱甲足有心得。但是因实际诶所在就是，我们唱歌唱这么久，还是会肚子饿啊。听到咱感想毋知啥物款，吼伊讲敢若唱歌啊腹肚嘛会枵呢。啊，为什么有的人他不用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啊，所以咱若甲讲，恁真贤唱歌，因听甲落尾，因会感觉讲足厌烦的。你莫甲我讲，我唱甲真好，你宁可看物件摕来吼，互阮食较好。所以因就开始往社会上去趁钱，一直去趁因家己的办法要去趁钱。后一首我。这首歌吼、哦，是叫做全永茂先生所作吼、哦，这人拢得了。你若去东埔罗那迄个地方吼、哦，你若甲一直行一直行行行落尾，有一个开茶米店的，就是他本人。好、哦，阿、啊、你甲讲全永茂先生是不是你？好、哦，阿、啊、就是一旦呢要唱这首歌，因为迄部照片吼、哦，有干那歌呢，迄首。就是妄想，伊这首歌曲就是咧写着讲，当伊捌流浪的时阵，伊的妈妈甲伊讲，讲不管你怎么样的狼狈，你怎样的不好，你都要回到父母的身边，好我看看，看见你长大，我们就高兴了。伊歌词内底写出来是讲，你唔通看着讲啊，你今仔无赚大钱，倒来。父母就把你气杀，伊袂安尼。伊甚至讲，咱的部落内底神安排的星星，永远咧照耀。讲伫神安排的星内底，永远拢咧甲咱照，拢无停止。甲目前拢永远无停止。月娘嘛，永远暗时就出来甲咱引带。所以你照着这个路，你就当行到这个厝。所以。伊逐摆甲阮讲的时阵，拢讲他实在自己不敢唱，这是我最近才阁找到。伊讲我自己不敢唱，我只能唱前面那一句，就是咧呼喊伊的妈妈，后边就是伊的太太咧唱的，内容就是讲伊妈妈咧叫伊会当回来部落。咱听这首歌吼，因为无画面，你会当放真轻松吼，啊来欣赏这首《妄想》。妄想之路了哈。Nani
是故狗仔伫边仔咧叫吼，因为小狗伫边仔咧录的时阵，啊伫边仔咧笑安尼吼，啊真欢喜，就是讲介绍这首歌曲，我大概拢会当邀请男主角会当唱者，伊讲我唔敢唱，伊拢甲你讲我不敢唱，讲为什么？每次我唱到一半都哭出来，因为他里面歌词里面，伊妈妈拢甲伊讲讲。哦、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当你又想家的时候，你就要回到你的部落，因为这里才是你心灵会当休息的地方。他说你去到外面，风景再怎么漂亮，风景再怎么优美，你还是要回到你的家。所以他们将他们的歌跟土地跟他们的国家那种结合起来，那种水我感觉因真深，就是疼惜这块土地，伊才会做出这个曲。我嘛甲伊问讲，啊，你当时你怎么会弹钢琴吼？什么时候学的？伊讲那个好像听人家弹就会了。我讲啊，怎么那么快？伊讲我小时候好像生下来就会了，安尼啊。哦，听你讲话是来气死人吼。刚刚为什么因种得天独厚迄种恩赐拢伫因的身上？伫咱当中都像格兰斯琴的杜妙荣老师吼，伊嘛是一个钢琴手吼，感觉是钢琴老师，拢是真难得。我较早嘛一直真羡慕，感觉讲奇怪，因那拢遐紧都会晓。原来他们是热爱音乐，因用生命咧去叙述音乐，嘛叙述因的故乡。所以咱今真欢喜吼，会当来甲大家分享吼，分享讲咱嘛是爱听受咱的国家台湾，吼好，时间到吼，好，谢谢。立正，行礼，休困十分钟。